在就有人心爱了你，今天都不回家，为了什么你不回家？朦胧的月，黯淡的心，淋湿在夜不梦境的你，今天不回家，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回家？心在哪里？梦在哪里？不要忘了家的甜蜜，你是人。不要忘了家的甜蜜。最后一句要今天要回家，就是告诉大家啊，看完歌台啊，还是要乖乖的回家啊，要小心走路的回家啊，搭车也要看马路，要回家。那么呢，就不会中 COVID。好，那么今天呢，非常非常的高兴啊，浩峰能够应该是第二次吧，参与这个我们的这个圣诞歌台之夜，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基层组织，我们的今天筹办的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啊又出钱又出力的我们的啊这些啊领袖们呐、哈，那么特地呢安排这个歌台来跟大家来助兴啊。虽然今天还没有到圣诞节，但是一样啊，提前跟大家说声圣诞节快乐，也是新年快乐，因为要很快就到2024年了哈，时间过得很快，但是呢。一样祝福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呢都是一样呢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好不好？好的话来个全场的祝福一下，也给全场掌声，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基层领袖们，我们的所有朋友，非常感谢他们哈。那么呢呈现的第一首歌是一首非常非常百听不厌的经典老歌，尤其是阿梅阿嬷呢看到了从这个年纪听到好像变成年轻了是吗啊，一个年代的歌曲哦，特别好听，因为我这个年纪唱呢，我觉得我可以享受当年你那个年代的那个兴奋，因为这些歌真的特别好听，百听不厌，对不对啊？那么马上带来第二首歌的经典老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虽然它在这个歌曲歌单里头呢并不是呢这些好像今天不回家榕树下啦，或者是这些不得了啊，这些很红的歌曲，相当的红，但是呢它这首歌的味道特别棒，来自我们小邓邓丽君的一首歌曲，叫做江水悠悠泪长流。一握
这首歌是吗？有听过啊？阿妈有听过啊？有些人就比较没有听过，但是没有听过当做一首新歌来听的哦。有听过就回味一下子了哦。那么刚刚呈现的这首歌呢，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筹委会呢，就安排了我们的荣华娱乐制作。荣华娱乐制作呢，是一个在我们歌台界呢，是一个非常棒的娱乐制作公司。他们今天安排的歌星呢，都是响当当响。 好的，守候哎哦，瓜青来到现场为大家献唱。那么当然呢，也是非常棒的乐队老师，就是我们的飞鹰大队老师以及我们的非常棒的音响老师易峰老师来到现场为大家来幕后来做一个工程哦。那么呈现这首两首歌，马上带来福建歌。福建歌，带来一首非常简单，但是呢，百听不厌一样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干几杯》。来，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先。 我想你困难，袂当解脱。